我存在到底有什么意义啊？我听得到你，看得见你，你有意义。此时此刻，你是我全部的意义。你改变了我的生活，那是一种。 我连想都不敢想的生活，你完全改变了我的生命。你陪伴我，让我不再惧怕人群的目光。你让我知道，我也可以被像你江浩这样的人爱。江浩。 你跟我说，你都不喜欢那个真实的自己。可是，我爱这个你。